2019年是咱上困难的时阵，迄阵啊，咱2018年咱算无好，啊，中国对咱的威胁嘛愈来愈深。毋过在迄阵，大家拢会使团结起来，甲我支持，互我咧2020年会使胜利。啊，迄届咱得着817万票，就是有史以来上悬的投票。2020年，大家互我遮尔大的支持。啊，我甲我诶团队嘛是拢足拍拼咧做代志，所以咱台湾社会上注重诶几项代志，拢是我政策内底上重要诶代志。第八件代志啦，吼，咱社会嘛是讨论足侪啦，吼。毋过我要甲大家讲，就是咱政府一定会把关嘛，吼。啊，咱非洲猪瘟然后啊，有足侪诶食安的问题，咱拢。即种以来，咱都把关足好诶，吼！啊，咱嘛希望讲，咱猪肉吼，符合国际标准诶猪肉，咱会使互伊入来，吼！啊，咱会使讲，对国际社会来彰显一个意志，就是讲台湾吼，虽然讲咱对咱家己诶猪肉比较喜欢啦，吼，毋过外国诶猪肉。那是符合国际标准，那么可以入来嘛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嘛希望讲，安尼，咱的国际贸易有往有来嘛，啊嘛算公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安尼，咱诶贸易往来的对象，吼、哦，就感觉讲台湾是一个愿意接受国际标准、愿意履行承诺、有信用的国家嘛，吼、哦。意思就是讲，只要符合国际标准，我们就应该开放。我们的台湾市场可以入来，啊，入来了后，你要选台湾的猪肉，还是美国的猪肉，迄嘛是咱家己的选择嘛，咱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嘛，吼，所以为了咱会使加入这个 CPTPP， 还是国家其他的国家来谈说，咱会使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无吼，这点最重要，咱就要符合国际标准，啊，佮有信用，这是两个上重要的代志嘛。啊嘛，希望讲，这题就是讲禁止美猪进口这一题吼，那么导致的不同意啦。